张武林说有个联盟的重要人物躲在这一带，让联盟知道不管躲在哪里，部落都有办法找出来。这样还不能逼联盟离开纳兹米尔的话，那我也没辙了。朋友，人生有三钱，赌钱。让我看看你有多少钱，我就让你看看我有什么好货。